现在去喂鸡啊，戴上防毒面具啊，防毒口罩，走吧。好大的灰尘，鸡已经喂好了哈，然后这一只鸡啊，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哈，咱们把它抓下去，放在仓库那边养，都吃不到玉米啊，抢不到它。现在回家把那两只大烟鸡杀了，昨天晚上抓了两只哈，然后虽说这个鸡还有一个半月到时间，但是好多人提前预定啊，他说没关系，我也跟他们说了，还差一个半月才到时间。都是老顾客，都是去年前年或者上前年，就是前面这三年购买的一些老顾客。回家杀鸡，然后还要发货啊，现在开始陆陆续续啊发出去了，走了。现在已经回家了啊。什么来了？什么来了？奥特曼。奥特曼啊，你在玩什么啊？这两个可牛逼了。嗯，乔治，你要娶她做老婆不？啊？为什么啊？就是不要。老婆怎么样做的？老婆怎么样做的啊？打大了就知道老婆怎么样做的。这两个我最喜欢。抓鸡，昨天晚上已经抓好了，放在这里面。这个鸡好重，啊，来看，走，这个是小妹妹，邓云欣，那你是姐姐，好脏，我要干嘛呀？洗澡啊，洗澡，好脏，邓云浩。打湿啦，是吗？爸爸听不懂有些时候你说的话。现在打包发货啊，这个人老顾客买了三只，不知道能不能放得下。这三只鸡都比较大，三包内脏，感觉放不下呀，塞得满满的，真的是塞得满满的。这三只啊，终于打包好了，花了不少时间。这三只鸡太大了，装都装不下。是啊，左调一下位置，右调一下位置，有冰袋在里面，然后又有内脏，再加上这鸡大，哎，这个就好打包，这个一只都在3斤以上哈。过两天要买包装了，冰袋、泡沫箱，啊，早点买哦。要找你，现在已经打包好了哈，然后等我快递，他会经过我家，然后直接拿走就可以了。小星星，奥特曼，小星星，奥特曼，你天天受哥哥影响，奥特曼，你是女孩子哎。这个鸡呀，抓回来就交给我老妈了，又帮我老妈增加了这个工作量，本来一天就比较忙啊。过点请人哦，现在少哈，因为有些人两只、一只、三只啊，这样杀的话就少一点。我老妈说不用请了，她自己来，这样的话可以为我省一点钱啊。如果多了的话，哦，肯定要像前三年一样请人啊。前面三年有些时候杀的多的时候，一天70-80只，这样一定要请人。那我妈拔毛的话，那真的一天都扛不住的。忙不过来，多漂亮！然后我要亲自检查一下有没有细毛，
啊，这话说的，说到就老妈拔不干净一样。开玩笑，老妈揍他。有一点点汗。有一点点。有一点。嗯，兄弟们看一下我家女儿。你是英雄啊，这样就是英雄啊，好漂亮。他睡了吗？睡了，在车子里面放下，睡了20分钟。那已经打包好了哈，这两个，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冰沐浴吧，明天就可以发出去了。妈妈帮我，这两只鸡将近有6斤多啊。妈妈帮我剥。好，帮我剥。